记了。下去的时候忘记了，我留下漂亮，前面就很好看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静，今天是周末了哈，应该是5月28号了，然后我又要给我楼顶啊多肉进行一些欢捧，还有就是大家看一下，哦，这龙门令开花了，竟然这里开一个花街，来看一下，哎呀，那就让它开嘛。昨天跟大家说了哈，龙门令这个很会爆头，今天的视频也发出去了。然后这一盆还没有开啊，还没有换，那其他的盆都换了啊。这个就是约20口径的，所以说后面我又买了一些盆子啊，要给他们换盆，看一下是什么哈、啊。大家都喜欢我买的盆，所以说我也就开视频了。这个是那个欢口盆，那天看到这个欢口盆很漂亮啊，然后就又买了哈，都是那间买的，大家现在都知道了。哇，这个好像欢的好像大哈，欢的好像这个是也是只有20的，哇，欢口径很大，我买了3个那一天。啊、这个字要在上面啊，因为字在这里，字在这里。看看这，哇，它这个包装的挺好哦，这个不是。那天我也还买了3个那个小缺口盆，我觉得它那个造型很漂亮，然后又下单了3个，各位看看这样的小缺口盆，我头脑里面都有想它是种什么的哈，我们种的时候再跟大家说，我这个哎便便都在里面了哈，就是现在买盆不是买一个两个了。啊，一套里面就买3个或者4个，现在买盆就够了，感觉楼顶很多肉要换盆的感觉，盆子有的不适合的嘛，那今天的湖州啊天气特殊，这时候啊种多肉换盆是非常好的，很快就护盆了，不管是种还是欢捧都不错的气候啊，那就把后面很热啊，那也没办法，后面天气是怎么样我们都预知不到，大家看看这就是欢捧了，很大很好哦，我很喜欢，那天买了3个，大家肯定又被我种草了吧，又喜欢了吧，还有个垫片好像忘记拿了，这个我都有的，这个口径应该也是20的哈，种那个种这一盆是可以的，完全可以，也是手盆花，这就花盆都是出草的哈，这都是景德镇盆，3个好像78好像3个，这3个好像40多，忘记了哈，大家自己去看一下，如果这样形状的你就可以做小缺口盆，这个应该高度应该只有19，口径大概8到19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啊，就小缺口盆，我觉得种那种小炒蛋了，小炒蛋如果有买一株那样比较小的就可以种的啊，就可以控型，就很漂亮了。这个就是种这些比较大的这个，这个莲花座的。最主要的就是为这一本买了，然后就买了3个，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运。好，今天又开了这样的一个棚啊。
我就直接种吧，我这波就直接种进去，好吧？可以。好，你先关火。第一道工序啊，还是先换打粒。那刚才说了哈，刚阿婆买回来的，土已有了，土塞土就是都弄好了吗？就可以直接种了啊，就把这一捆心心念念的这一捆那个芦苇蔺，就给大家种进去。大家啊，今天早上应该天气比较好，我再给大家挖一下这一捆是什么样子的啊。未爆头这一捆多了，一直讲了，你要给它比较大的盆种啊。哦，这个好像被我没挖，哎，有啊。还是一坨出来啊，你看鱼鳞的多厉害，都是鱼啊，都是水啊，都是湿的啊，你看多了为什么闷根就在这里，大家看一下，你如果水很湿它根就闷了啊，如果不很快的干掉根就闷了。嗯，这个都是我比较早的啊，用一些沙子加那个颗粒土，沙子加颗粒土啊。这都是杜蟹的多肉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就爱下面闷根了，没地方长，它就在上面长根了，这上面就有根，大家看，这下面长的根我剪掉一些，这些长的根，我们就不要了啊，就这样子了，这样子可以种进去哈。你这个土要再扒拉一点掉也可以，再扒拉掉一点可以，但是基本也都是颗粒土，也没事了。这里还有一个虫，我画着这个虫，这叫什么虫？线虫。什么虫？线虫啊。叫线虫啊。嗯，这一类都叫线虫。应该这样可以的，就这样子放进去的啊。好，种好了，简单，那天没捧啊。来，给大家那个铺面石。雨天也换棚，要不没时间啊。可以换的啊，大家不要觉得多肉怎么很金贵的感觉啊，这都是一些大棚种吹出来的啊。多肉其实很皮实，很好养的，有一些品种，可能金贵的像一些什么锦呢，什么啊，皮实的好养的多肉就是很皮实很好养，大家看一下，完成了啊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好，今天啊又给大家开了六个盆出来，还移了一个那个芦苇蔺，所以大家手边有芦苇蔺哈，感觉盆子小了，你可以给它换，因为它会养成一个小盆花，以后就很漂亮了。嗯，然后羊啊，如果你就要明年秋天或者后年秋天，你觉得它控养不好，你就可以用那个纯颗粒给它控，它就很漂亮很漂亮了啊。我就是这样，你如果要觉得哎让它长大，那你首先你让它长大，你首先要让它活的，所以说要用这样的颗粒土给它种哈，一定要用这些含70%-80%的颗粒土给它种啊。杨姐一直交代这个了，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再试一下。杨姐楼顶为什么多肉这么多，越养越多，是不是它因为没有消耗，没有死掉，就这个原因了啊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你看我这个都能养活。